Hello.刚刚你宕机，刚刚好像是我宕机耶，好像因为我右上角那个在跑的绿绿的，刚刚是一直跑，是他是说连线中，好像是我的问题，所以我重开了。真的，果然是愚人节。Hello number 9009，我们控控吗？玩玩新一凯、李宝、玉人、大熊、嗨的、卡拉，晚上好。周哲、流星、黑流星、阿四、子善，Hello Hello。今天要绑什么？今天要绑什么？在我的李宝那边，快点！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台大家没改，昵称要改什么？晚上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2月14日出生的。情人的林杰，我是你们的情人节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！今天绑个，我自己决定。今天紫色衣服好看，很鲜艳，我也喜欢，这是新买的。小脑袋22号，不要改名字啦！我不知道你们是谁。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！好了，活动到此结束。不要改名字啦！被我骗了吗？准备好被骗了吗？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。改名字，我是派大姐，派大星，派大姐。这件衣服买很久了，对，第一次看我穿吧。Hello Hello，大熊，谢谢大熊的新人驾到，还有 SK 的我来签到，紫对啊。谢谢 Joe 的生煎包，我来生煎包。绑的有点丑，不会绑。啊，这什么啦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请问这是什么？哪位？Hello！突然好多人开，对啊，油油的脸，我的脸不油啊，我脸一点都不油哎，是很亮吧，反光。对啊，好多人看哦，现在加我7个了吧，对不对？疯婆林杰，我就疯啊，奇怪。嘻嘻，哦吼吼，装什么可爱啊，真讨厌。啊，我不喜欢绑这个。绑辫子给你们看好了，耶！我喜欢绑辫子。跟我聊天，我生气了。愚人节快乐！好没有愚人节的感觉哦，就是很平淡的一天，还是因为我没有朋友。好可怜啊，我没有朋友啦。怎样都很正，可是空空，我今天想要装可爱啊，愚人节吗？没被骗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什么事啊，就很正常的一天。你们是我朋友啊，你们要来骗我吗？不行啊，我会生气啊，好难搞哦！天啊，这主播发生什么事？你是我的仆人，愚人节快乐，仆人，放你一天假。慌什么啦？我一群小脑袋，小脑袋们要整我吗？好想被骂，无聊，你好奇怪，空空，你超怪，臭 M 哎！愚人节不用玩毕业梗，什么意思？
啊，今天梅英考上董监督了。错抖 M， 对啊。哎，这每个都小脑袋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接受小脑袋，我接受。小脑袋我可以接受。恭贺每日上任嘟嘟耶， yeah， 可爱的嘟嘟。猜猜你是谁？小脑袋九十九号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我在绑头发，等我一下。你的女王，我是大脑袋啊，小大脑袋带领小脑袋。不可以混淆我，你们很坏哦，你们超坏。我生气了，好，我生气了，没有啦，元节快乐，好无聊哦。小脑袋九十九号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西西啊？不是，你是阿神，我看到娜娜，你是阿神，因为你放那个头贴，我以为你是，然后你是阿神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要叫我猜啦。猜错很伤心耶，每天上面都不是愚人的，不是，那不是好吗？那不是愚人的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，不要看到那个头贴都是西西，四十五号是不是西西？对，四十五号就是西西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一三一四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不行，你们为什么都换那个头贴？你们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们太多了，不行啊！你们这样，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，你们根本就一样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搞什么东西啊？我510号是杨杰，你确定吗？不是的话怎么办？你们哪有都这样的？哪有都这样子是同一个？这样我根本猜不出来啊！那我们要开始聊天，我才可以分辨出你们的不同啊！这是哦，我以为这是什么虫啊？为什么刚在这 ？HK 不用改名字，不对称发型，对啊，你们不用改名字啊，那我根本就分不出来。那我今天就不知道是谁跟我聊天，我就只叫你们的小脑袋几号几号。反正22号是那个嘛，22号是那个啊。阿神啊，三星就大熊啊，不行啊，一堆人都没有改那个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99号是阿神，99号是阿神，22号是管胡，讲错，我刚看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绑完头发，我现在很奇怪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先让我绑完头发。现在是愚人节，就我被整了。OK。晚上好啊，空吧空空。啊，不要消失，消失！不要，我要你们真正的名字、昵称。这只是暂时的。哎，我绑到哪？我超忙，等一下。晚上好，393。希望我是可以猜出最多的那个人。我要猜对的可以改回来啊！我猜对的赶快改回来啊！快点，猜对的，被我猜到的赶快改回来。我要结束这场混乱。哎，我怎么绑成这样啊？想放弃哦，绑到这就好算了。等我一下，我还没有。等我一下，我快结束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大家都有机会。OK， 45号是玉人吗？猜
33333是那个三 CM 那个大熊。009就那个美控控啊，熊奶奶中哥叫中哥，你是在那边。393你是谁？你就393飞机 Hello， 为什么整林杰？因为他们无聊啊。1314，哎，这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你完全谁啊？余豪吗？009不是空空吗？害得真乖。然后在123号，这不可能，好不好？我想想哦，不行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完全没有一点。熊的在17号。新一，45号是不是玉人呐？45号是玉人吗？009不是空空吗？21，滴滴，草莓酱。小脑袋05号，阿潘栗子01，啊，橘色的爱情是谁啊？谁啊？45号不是玉人，是闲人平均的为我守号，对吗？009，嗨嗨小丽，嗨嗨嗨嗨最小。先转台好 HK， 05号我猜出来扶我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猜出来你是谁。45号，你到底是谁啊？45号那么差，那么好猜，是西西吗 ？Hello Ben， 你怕不会、啊？我不会不喜欢你们。是西西吗？好，谢谢 Bruce 的阳光。爆了！哦呼！你怎么这么好猜？因为你只是3CN啊。不不不，林敏君那个45号，401，这没有线索啊！你有追踪我们老师？不行，我还是不知道谁。我要确定，西西就45号没，正是哦。啊，我不知道，不行不行，看到头好痛，我也头好痛。晚上好啊，小小带0.1号。OK， Who is this？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凶什么？我又没有凶啊。可恶可恶，下次会吧，不要三字戒，拜托。拍信的，唔知咧拍啥，我没有拍没，没有拍好吗？01号，好，我来想想。小脑袋0.1号跟01号，请问你们是？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你说1314吗？宇豪吗？是宇豪吧？是吗？我刚猜宇豪吗？我有点忘了。是吗？是吗？什么123123123？你谁啊？哦，猜的头好痛，等一下。
肥来了肥来了，空空棒棒，他上次要改回来，对啊，77号，啊，耳朵会痛。不行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没有头绪，没有头绪，完全没有，怎么办 ？Hello， 修泽，吃个生煎包，冷静，真可爱。哎，零五号是塔瓦吗？塔瓦哥吗？Hello， 中哥会社。哎，什么气推？不要这样，我真的猜不出来嘛。这样压力很大哎。Hello， 钟哥。510。啊，超好痛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星星，乱讲话。看前面的等级差。好笑哦，你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需要思考，这是需要思考的，好吗？Wilson 吗？推零一。Wilson 吗？啊，七七的手环啊，这手环啊，七七的手环。如果你是七七的手环，那我就是会叫你手环呐、啊。Bingo 耶、yeah, ！零点一号 Bingo。你的数字和名字没关系。哇，这是有用的提示。不知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哦哦哦哦，曾经被我误认是香港人。哦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，我是，哎我，对你的名字很像。等一下，突然失忆了。你们知道我在考试的时候常常忘记中文字怎么写吗？现在就是那个感觉。我会滑掉，真的，今天要爆炸。21号是男生，又是个滴滴。谁啊 ？Andy， Andy， 那感觉超干，对我懂。明明知道就想不出来，对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在讲，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可是我那个名字忘了。你说我认识的人。柔君，只记得我，哎呦，那么会撩，草莓酱吗？你大会哭，这是谁啊？超级认知度会撩，就是你知道，讲话讲到你被忘记，对。
谁啊？卡翘吗？谁啊？耶、yeah, ，柔君猜出来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七子翘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、阿全 ，Hello。等一下，柔君被认出来了吧？今天走一个小时，一定要这样吗？红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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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我在，我知道那个人，可是我忘记、那個。我真的觉得非常抱歉，可是，可是。哦，我。我想要撞墙哦，等一下。加油！台北啊，台北啊。然后呢？等一下。啊！嗯，加。红，古，啊，啊，加，加红，嘉宏，我陪你出来啦！43号是不是？我还没有猜出来，是不是？哦吼 ！Who are you？ 大家猜出来了，77耶！77号我猜出来喽。01号和45号有关系。浓眉吗？浓眉吗？谢谢大熊说我最美。21号，不行，21号。哦，21大叔吗？21大叔吗？45号介绍给我的，是不是浓眉？是不是浓眉？晚安，マジですか？对，不是浓眉。耶，一大叔我猜对了，不是？哎，这怎么啦？好的，21号，01号。啊！你是浓眉是你介绍的来？什么？我都听不懂，你这样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你们现在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说你是柔君介绍给我，还是我介你？还是柔君把我介绍给 ？Hello， 阿神，你真的不知道谁？西西也不知道谁。半小时刚刚过去了，慢点猜，我在猜人。天哪，天哪！Hello， 我是什么？401号，401号，我也没有头绪。你把我介绍给浓眉，然后呢？
西西把你介绍给林姐 ，Adi， 半小时过了，对啊 ，Adi 吗？谢谢三九三的枫叶，你是女生？一二三号是谁啊？没有头绪。都是女生，西西介绍的。你的提示那么明显，一二三，你给我什么提示？我没有。什么提示啊？Hello， 新一。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给我什么提示啊？一二三，你的 ID 三个字，那么多人三个字，你在那边401号三个字，我想一下。黑流星吗？来发罐头耶！什么？两个字，女生被西西感谢过。两个字，女生被西西感谢过。你没改哦，还良心没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我真的很想猜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可以，我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什么？要来握我握手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没听到惩罚闹将的？一二三号，你的名，你的一二三就是提示。你的一二三就是提示，为什么我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手机游戏都在玩什么？我有玩乱斗。你想说我手坏？你的名字两个字，男生。我现在乱猜、欸。卡翘吗？西西为什么敢试我？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要敢试我？三个字，笔画超多。三个字笔画超多，零一号草鬼，走到飞，哎，我真的想不起来哎，你觉得真选几号？我忘了。四五六，什么四五六？一二三四五六。Hello， 逸晨。七八九，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很为难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动物什么？一二三是阿华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二三？加油！四零一号，我头好痛哦！等一下，隐隐作痛的感觉。哇，35分了！不行不行，你们快点，我不知道是谁。而且啊，浓眉啊，510号浓眉啊，05号手势辅助水面，所以你第一次跟我聊天吗？你第一次跟我聊天吗？05号。510号，我猜对了，你是浓眉，你刚刚跟我讲，我就猜对了。陈璇45号，你看我这个吗？膝盖，45号，然后呢？哦，是 Lingo 比较少跟我聊天的感觉。当时123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啦，我真的没在记那个号码好吗？我连我自己几号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123号谁？会来看我直播的小 C 跟 PG， 是这样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啦？又三号什么啦？什么？什么？到底是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没猜出来的，快点！我想知道。80号是谁？专属林杰的小脑袋。然后没有线索。林杰见嘴吗？没有哎、欸。393，你没有名字吧？你就不讲393呢？123大剑，大剑。为什么大岛健雄大健跟123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这联想力很差哎、欸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哎、欸，浓眉 ，Hello， 123号甄选是瑞婷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哦，推瑞婷，哦，推哦，大健 ，OK。好，我了解了解，我了解我了解了。那干是123什么事？好 ，OK， 我懂。不是猜什么？123啊？阿神要睡着了。哦，对，123。哦，对。啊、哦，我连起来了，连起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迟钝。啊，这首歌 ，Richie， 不是啊，嗯，唱完都累了，真的累了，有人要睡着了吗？我猜的太烂了，都出来了吗？410呢？你有名字阿全啊？你又不打，我怎么知道？401啊，401呢？所以10是什么？10是谁啊？01号是谁？跟我聊天，我不会崩溃，苏花心明太子啊，谢谢你的 love you。
林一的早葵是你，好任性哦。圆圆今天不会整人，没关系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今天，哎、啊、我今天的主题跟明天是一样的。啊，401是鹰头猫。哦。有其实那么慢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只是刚进来在状况外，因为今天主题没有到，对啊，就是呢，就是连假，应该大家都在讲这个吧？连假就是去哪里玩比较好 ？Hello， 阿华，去哪里玩？可以给我参考，嘿嘿。廉价计划，对啊，来台中吗？好远啊，空空。我有点穷，可以去我心里玩吗？好玩。台南太远了吧？更穷了，天哪！谢谢西西在谢月亮送给我。去坟墓哈？去扫墓吗？扫墓最好玩。需要散心，要拍照给你们啊，不然我都没有照片可以发。我不喜欢花，应该说我没有研究，花是喜欢，可是我没有研究，所以我不知道说，我最喜欢哪一种。台南偏僻，台南超远的，台南垦丁，对，台南屏东 ，Hello 杨杰，汤姆不在我。今天没有说限定北部啊，苗栗以上，水仙花喜欢吗？应该都喜欢吧。屏东怎么了？屏东好远。关乎山吉尔，台中我还是可以接受啊，可是我觉得台中应该是不用你们推荐，因为我觉得台中很好玩，而且台中就是感觉，我觉得是。最容易找到景点的地方，我觉得南庄老街。还有什么？你也觉得好远？真的，浩饶君，花莲有点远，坐车要坐好久。老虎村，把阳光存活送光，谢谢关乎。高美湿地，哦，我也想去那里拍照。平安去那里拍的好漂亮，你觉得林杰不错？我是景点，好的。卡教知道了，没关系。宜兰可以啊，可以介绍给我。因为要北上很困难，对啊，要花很久的时间，要花很多时间啦。坐车坐得很痛呢。拜拜，大熊。北海岸，就是整个北海岸吗？你推荐的点就是整个北海岸吗？今天就这里，好哦。可是我想要你们推荐给我嘛。卡超刚刚不在，对啊。东海大学，哦，那个教堂对不对？最美的人，最美的是人，又不是风景，风景都被破坏光了，所以是人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不要乱讲话。每次北上都很累的感觉。哦，我之前住新竹的时候，每次要上台北练习，然后跳舞什么，一直训练，然后再回家，我也觉得好累。爱意中街，中街，我现在都记下来了，让我有空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希望我空啦。可以去，我希望我可以去猜你们给我的点。你叫屏东人对啊，用音频愚人节快乐。去完东海可以再去静宜大学小罗马市哦，好哦好哦。公园也哦，公园课我去过了，
去台中我都会去那边吃冰。谢谢广湖的生煎包跟棒棒糖，还有叶兰的 kiss 猪，风神阿森森生的炸弹，还有广湖的生煎包。阿吉给 Ska 是静怡的学生内裤，北部人没得推。正常看你就要演。台中真的不太熟，可是台中我觉得是，如果我对那边不熟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那边可以到处都是好好玩的地方，好好逛，好好拍照的感觉。我觉得台中给我的感觉是这样，而且他们的公厕好方便哦。一路到清水，呜、哦，你可以推荐桃园的好阿华，不错不错，好啊阿华。桃园跟新竹应该比较难吧，感觉就没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身为一个新竹人，清水的高美湿地跟什么鳌峰山的观景台是吗？鳌吗？鳌峰山，嗯，鳌峰山，来呗。林杰没发现什么大道城。台南被嫌弃了，不知道怎么推。好啦，你跟我讲。可是好远哦，那应该要等我很久以后才会去了。台中公车前几公里免费的样子，对啊。这样省很多钱。你的影分身来谁啊？啊，杨杰哦。鳌峰山蚊子，好的，我会穿长袖长裤。宜兰只想到东山、罗东、龟山岛。台中还有，对啊，台中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冷狗这样讲错。阿神十九，彰化真的没啥推，真的吗？彰化、桃园感觉就是新竹什么的，云林、嘉义，我也觉得。Hello， 有东西吗？薰衣草森林哦，好，听起来就不错。可是它应该是季节性的吧？感觉桃园有阿华，你要跟我讲啊。冷狗，对啊，嘻嘻，阿神，他们就那几个方，对啊。你也不知道台南有什么好玩，沙滩。彰化没得推，输了，台北输了。应该只有吃的，彰化只有吃的。薰衣草森林坐车比较方便的，它在山上的嘛。林家花园跟四五三三讲错，林家花园听过。四三五什么？四三五艺文中心。薰衣草坐车 ，OK。台中怎么了？台中没有怎么了。客家艺术中心，我好像知道那个地方哎。交通比较不便 ，OK。奇美博物馆我也去过啦，薰衣草森林真的美，真的、哦。可是那应该是有季节性的吧？应该不是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吧？从早上吃空肉饭吃到半夜，天啊，夜兰，那个爸爸，你觉得不错？好的，阿华。去大溪老街吃豆干，好啊好啊，还有什么大溪老街好，还有什么？阿豪是桃园人啊。鹿港天后宫老街，情人节不要去闪瞎，不要去会被闪瞎哦，不是那种季节性哦，所以一直都有，好棒哎，好像有这部车，好耶好耶，谢谢香肠的追踪推麻薯，好哦，我会记得来的。台中有彩虹村哦，其实我没有很想去，我觉得还好。啊、哦，新谷文化村，又要叫我去玩那个。台中花博好啊。薰衣草森林大家都去过是不是？那么美美成这样。丰原庙东小地方到一家馄饨，好好吃的。台中花博。没有林杰漂亮，最好是嘞，卡丘。
你没去过新城没关系，广湖我也没去过，没关系啊，大家都说没有我漂亮啊，最好是什么时候新竹有女王风啊，应该会倒哦，因为新竹已经有一个六福村了，完全没人去，没关系啊，是你就可能你知道哪个县市你也可以讲啊，善行车库好多哦，底下因为这些关系，日本京都最好吃的阿神蜜蜂乐园哪里来的？我们一定每天去。最好是雷威尔森，哦，八卦山，它美吗？养蜂园，结果推荐完一个也没去，不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的。可是应该不会这阵子，就是留着。小叮当应该去到我，小叮当不太喜欢去，就很无聊，去两次而已吧。八卦山也是小黑蚊，反正山应该都小，就是蚊子很多。口袋名单，对啊，就是留着以后就可以用到咯。八卦山风景不错，可是我不想爬山，我是懒人。有老鹰可以看，满天老鹰感觉有点可怕哎。鹿港小镇。害的找害的吗？最好的话推荐吃美食，超便宜超好吃。好的，不要说女王龟又没找事嘞，那我不就省一堆车钱了。坐车环岛我没钱啊，行，而且我没朋友 QQ。 哇，空空都排好了。三井奥莱，去土林街，好可怕哦！河口湖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河口湖，对啊，我没朋友怎么了？没钱那走路环岛哦，我可能会就是直接晒成煤炭，带饭就好。你暑假要骑脚踏车？哎，我发现新一是一个非常会读书又就是你知道运动的小孩。他很出来可以去台中港哦，五谷起床了，五谷龙腾断桥。哦，苗栗逢甲夜市我去过了，我都去过了。台中是我很喜欢去的地方，对，很喜欢去。秋红谷我觉得秋红谷很漂亮，可是它我觉得它很难拍照，我觉得啦。台南好地方，可是我没有自己去过，自己啦，就是跟朋友的话我没有去过。我最晚最不是最晚最远就是去台中。不要这样，你只比我像是小孩。Hello， 新小孩，小脑袋延迟六六六。Hello， 为什么你还在小脑袋 ？Hello，Are you okay？ 什么叫你的刘海里有蛇？晚安六六六。叫他车环岛是你哦，好疯狂哦，宇豪。直接去搭高铁，相信吗？人机车怎么了，新一？那要多来台中？我觉得我也不是说能去就去啊，因为毕竟我从台北去台中也是要一段时间。那如果我要去，你知道，就是去一天来回，就这样感觉中间的那段时间很少，所以要排好时间。好期待林杰这波活动，我好期待我全世界都有活动。那这次来台南，你说你要当工具司机，不是这样吧，大姐？一天两天有点，就是时间很少啊。都坐车行程，对啊，害的。上次有成员跟你说，你年纪那么小，还怎样怎样？你看，就是年纪小。嗯，
平年纪小啦，新一。全世界都爱你的吗？好喂，空空，空空超棒。可以在台中拍就要放的照片，结果直接到高铁，傻眼傻眼，新一傻眼。高雄什么？夺二特区。博二特区是不是？推荐小琉球啊，可以啊，哇，真酷真酷，有点远啊，那比屏东又更远了。啊，今天开到十点哦，然后明天还有哦，明天也是九点。新一几岁？新一比我小四个月，四个月吧。反正就是几个月，谢谢星号的追踪。还想再去小琉球，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。我好像去过绿岛，是我很小很小很小，三四岁吧。我阿公阿妈带我去的，阿公跟外婆，阿公跟外婆。对，连开那么多天没有，我只开连开两天。当时觉得比高铁慢一个小时，不是吧？大姐，那我当那我去搭高铁好了。对啊，宇豪才国三。零接不足 ，Oh no！ Oh no！ 零接不足怎么办呢？五谷又回去睡觉，我不知道他刚出来干嘛，走一走，出来伸个懒腰又回去了。想到他想到环岛环小琉球，太小了吧？听说绿岛几小时就可以走完了，就很小个岛啊！我也忘记我去那边玩，因为我真的太小，我真的完全不记得。要你们多想我，要你们超想我。大家被拒绝，只要你自己在那边跟我讲的，你说坐高铁比较快，那我说我不坐高铁。我没有放他出来啊，他只是在他的笼子里，他刚刚在睡觉，然后他刚刚又起来，然后出来走走，那又回去了。一直看连接不到，不会，我会排至少一天一篇吧，应该可以。哦，他又出来了，超久没离开你的家乡了，你有多爱家？无故吱吱撞，他吱吱撞，我很心疼，别吱吱撞 ，AK 吱吱撞 ，AK 滴滴弄。新竹是你的第二个家，因为你现在住在卡新，不是住在卡桥，是住在新竹。我随时可以直接再到目的地呢。好，大健想干嘛？大健，之前用社团的钱做了人生第二次高。你们社团出去哦？懒得出门了吧？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打扮，然后觉得好累，还是待在家好了。高铁的南部站都离景点，假日都会完全不准练回台北。运转是你第二个家，因为你要放。哎呦，皮卡丘，不是别，哎呦阿华，叫错人。我要告诉皮卡，我要告诉皮卡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大剑比竟然这么危险吗？嘻嘻，对不对？嘻嘻，对吧？啊，叫错吗？阿华。台中快要有第一条捷运，应该明年会通车。哎、欸，很棒哎，我好希望新竹也有捷运哦。在吧滴滴喽，在吧滴滴喽。别人的视线就是你不出门的理由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害得。空空说什么？哦。为啥这个人你快乐不起来？为啥呢，阿神？为什么，阿神？为什么，阿神？你怎么了，阿神？醒醒！现在说违规要来，你顶多超速。哎，那你是不是也违规了呢？大剑，天哪！北漂新竹五年，因为阿杰更喜欢新竹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因为我的关系吗？好开心哦！哎，代言新竹代言，林杰就是你不出门的哦，所以要在家看我的意思。不要这样
子，怕人被人看到就会有自卑感。嗯，我觉得你太可能会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吧，或是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想什么。我觉得就是要你可以先从像是这一群好那么好的粉丝，先跟他们大家好起来，这样会比较，也可能会让你比较能接受，像是自己出去或什么。今天自己记得念榜嘿，好哦好哦，超速也才要耶乖，大家都会超速是吗？是不是是不是大姐你这样你吧大姐。可以学习习阿华，你在跟那个吗？在跟阿神说，讲错人，可以跟海德说。最近喜欢去竹北六家干嘛？卡翘，你为什么要去六家？你去六家干嘛？坐高铁哦。金国大桥好好玩，这什么？不懂，叫错吗？好的，不是嘛？阿神，阿神，你跟我说你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你开心不起来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小琪金国大桥，你很无聊哎，卡翘，好无聊哦。金国大桥是六家街新竹吗？还是竹北街新竹？是吗 ？Hello， 平安，你看这一就是在意他人眼光，默契。嗯，我觉得我也很在意，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吧，可是就是表现有没有表现出来。为什么秋萍要跟我是主办晚上好陌生的感觉哦。前面一个妹子你还追不到，你要追妹子好，你们看啦，卡翘哦，大件追妹子啦，为什么一直教错人？我一定是因为刚刚用脑用太过多，我现在一直乱打墙。从今天说要半小时回来回，对啊，平安用的罐头可以别这样吗？有点可怕。你不是很在，因为没什么人会看你，不是吧？啊，我要念排名了啦！天哪 ，Hello Blue 了。哇，你也排名了。哦，阿神不跟我讲，因为不让我担心吗？好，那你要自己消化哦，不可以一直不开心，好吗？好，我要念排名了。哦耶，第一名是西西，可爱的西西，西西。第二名是阿神闪闪闪，谢谢阿神闪闪闪。第三名是 Joe， 谢谢 Joe。 第四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五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六名是 HK， 谢谢 HK。 第七名是82公里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广湖，谢谢广湖。等一下，我是吧？什么？因为刚刚你们在说什么分身的，我怕我叫错人。第九名是 No 梅，谢谢 No 梅。第十名是PJ 吗 ？PJ？ 啊？啊？你要不要来？最好是阿神。Hello， 嘉宏，是杨杰啊，杨杰，谢谢杨杰。不接为什么搞混我呢？愚人节快乐，杨杰！谢谢阿华的贵族玫瑰。每个男人痛苦最好是阿神，你在那边乱讲。愚人节快乐啊！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！原来草莓讲这话，对啊，因为他刚撩我，然后我猜出他了。你的头贴忘记改回来了，
改啦，不然我会搞混。愚人节快乐，愚人节快乐。你是公爪狐啊？你想说你撩妹这块招牌？拜托，什么讲？就是东撩西撩，上撩下撩，左撩右撩，到处撩。愚人节快乐，愚人节快乐啊！宇豪，瓜啥？哦，你说公瓜图吗？怎么那个吗？换季不能穿帽 T， 你要用眼睛当本体。哎，可是其实明天还是可以穿啊，因为应该这几天都蛮冷的吧，而且都下雨。什么？你直接看你头贴心，一整个被摔到。切。林杰没发现算了，什么东西啦，星星。今天冷爆，今天超冷。哦，星星丢了5210，星星我也爱你啊，干嘛这样？偷偷告白，偷偷告白，你我不知道吗？愚人节对啊，他们讲冷爆，真的，海德今天超冷。林狗可爱的，没关系，林狗你就继续叫他可爱的，没关系，可爱的星星。会啊，蛇很冷欸，管我还好不是520，我爱01，真好笑。还好啊，阿神不啊，不不不 不还好，不是还好，是冷，真的冷。林狗真乖，你疯了，阿神疯了，天啊！今天就到这里咯，希望大家愚人节过开心，希望你们整我们整得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各位的粉丝们， TP 的粉丝， TTP 的粉丝们陪我们过了今年的愚人节。对，让我们就是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还穿短袖，我今天穿短袖，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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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冷！可是我有穿外套，超冷。那今天就到这了，然后明天还有直播，突然卡纸，明天还有直播，也是晚上9点。陪人节过人节，谢谢宇豪。今天都没看林杰台 ，SK 没关系。今天明天的主题一样是连假哪里玩，可是感觉今天都介绍完了。QQ， 我再想想。那今天大家就早点睡咯。不是吧，嘉宏，明天愚人节今天是怎样？隔那么久吗？明天随便聊吗？我再想想，可能会随便聊吧。晚安，大家晚安哦。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玉奶奶、管红奶奶、宇豪奶奶、樱桃猫奶奶、阿神奶奶、金佑奶奶、82公里奶奶、空空奶奶、五谷都要一直在睡、海德奶奶、你跟奶奶、管红奶奶。金奶奶、桃猫奶奶、阿晨奶奶、广湖奶奶、不露露奶奶、卡俏奶奶、五官五官、玉奶奶不怕不怕、嘉宏奶奶、素奶奶、大姐奶奶，找到了 M， 广湖奶奶、杨杰奶奶、杨杰。大家奶奶喽！奶奶，不会熬夜，奶奶。
我就是不要定格。对，奶奶。奶奶。